前在知名杂志上担任专栏文章作者，但却在没有事先被告知的情况被大幅删改刊登内容，让他罕见动怒，并公开要求终止合作。在事件爆发后，杂志方也出面道歉，但近日却有网友在黄子佼脸书底下留言，认为他的做法已形同霸凌。对此，他也再度以六点回应对方，表示如果硬要说，我才是被叉叉的一方啊。似乎以叉叉暗指对方所说的霸凌，并强调自己的第一篇抗议文中就是已经提到自己不想活在同温层，才会希望面对更多元的受众。最后他也提出想和这位留言者交朋友，毕竟两人一方在明一方在暗，公开互动一下才不会造成误解。